你的艺术实在真高明。秀琴阿公想要跟你学啦。先生，当差嘛。爸，你答应我甲达利结婚后。啊，万成阿兄，不是我无要甲你斗三工。我免讲牺牲着我查某囝的幸福来给我一个享受啦。马上准备，喊你两日内即时要离开台湾，知影？一个外国的尊义啊！啊，你唔较早点咧安定个押金？阮妈妈要死时有甲我讲，阮爸爸一定会转来。